兄弟俩正在结冰的湖面玩耍，突然冰裂开，哥哥掉入了冰冷的水中。看着即将沉入湖底的哥哥，弟弟跳入了水中，拼尽全力地将哥哥推了上去。可被推上岸的哥哥却直接走开，冰冷的寒气已经将他本就天生智障的大脑冻麻木，以至于完全感觉不到身后弟弟的呼喊。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弟弟知道自己的生命应该要定格在这。就在这时，水面出现了一个大块的浮木，小男孩努力地游了上去，一把抱住了浮木。当他抬起眼看向站在湖面的救命恩人时，发现竟然是个小女孩。至此，这双冰冷又藏有温度的眼神就永远地刻在了他心里。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命运再次把当年湖面上的两人连在了一起。누나잘컸다。都教授怎么也没想到，当年自己的救命恩人不仅出现在了他的世界，竟然还为了他不惜毁掉了自己当红作家的身份，独自来到这个千里之外的精神病院，当起了病人的读书教师。但正是魔女这如烈火般的追求，让都教授这颗从小就胆小孤僻的心更加难以接受。그래서좋아그너한테참박해서좋은일하네환잘래但正是魔女展现出的这份自信和洒脱，让从小就自卑胆小的她更加的不敢轻易靠近。문강태나주라一圈三连也不关注你。사랑해강태씨사랑한다고사랑한다니까진짜너무너무너무사랑해내가사랑한다는데왜도망쳐왜사랑해야사랑해就这样，他再一次习惯性的选择了躲避，可面对魔女如烈火般的攻势，他又能逃避到哪去呢？即使再冰冷的心，也终会有一天被魔女的热情融化。내 생각에 또 튕기면 그땐 나 취할 거야